はい。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おやすみなさい。那我就先睡。大家晚安，我是美食睡的芊芊。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对，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我是美食睡的芊芊。今天呢，前面开头讲日文，应该就大概知道我今天要干嘛了吧？想必就是跟日本有关。猛掉，你猜对了。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远从日本漂洋过海来看你。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今天呢要来开箱就是这个，相当的帅，这个一丢，大家应该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了吧？这个呢是日清泡面50周年庆的特别版，就它经典口味的那一些口味，它把它做成汽水。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身为 YouTuber 怎么开不开？结果后来发现呢，网络上就一开卖的时候，立刻就全部卖了。这个是真的是认真是用抢的抢来的。我想这个真的超难买，而且我其实是派出蛮多组的朋友帮我抢的。我跟大家说，开包裹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哇哦，开包裹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好，这样子。哦哦，它是哦哇哇哦。我那时候就是看到新闻的时候，我只注意到汽水，我不知道它这一箱里面泡面居然有369，真的算是充分的利用它的纸箱的空间。哦，这还有一做那个一个洞一个洞的，这个纸箱挺不赖的哎。他说这里面有9种的泡面在里面，然后跟它的汽水 soda 4种。接下来我们面前的这几个呢，就是它的比较经典的口味，然后分别都有对应这个 soda 这个汽水。天哪，我觉得咖喱口味的汽水。来，我们来拍个封面照，耶、yeah! ！就看得很害怕，怎么办？这真的能喝吗？那我们就先来喝饮料吧，喝它的 soda， 有一点紧张。我们先来喝最 peace 的，我们先喝酱油口味的，因为酱油拉面口味感觉比较 peace。カプスドル风味 no， 什么意思？然后随着刚不啾啾的那种感觉，站起来，站起来，你就是如果你坐在一个皮质的皮。哦，它的姜汁味超浓的，一打开的时候那个姜味就炸开。一瓶完完。当你要吃一些可怕的，也不是可怕，就是特别的东西的时候，旁边说：“哦，我对这个比较还好一点。”我对它也还好啊。看起来是不是蛮像白酒的？气泡看起来打开的时候好像很多，可倒出来好像还好哎。我先跟大家分享，开箱的时候请切记不要拿这种杯子，因为一靠近吸的空气都是里面，那个味道很复杂。然后它入口的时候，姜的味道其实很明显很重，中后段的时候你就会有那个酱油的味道，两个混合在一起，可是它又是汽水，你就会有一种为什么要喝它的感觉，不喜欢欸。而且它有一点点泡面味，光泡完面你喝那个汤头那个泡面水的那个味道。那我们下一个口味，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海鲜的好了， Seafood Noodle。 哇，这个答案可怕。目前还没闻到什么。哦，来了，我不距离这么远哦，闻起来蛮正常的耶。它有点像那个包酒乳的味道。好，我们到这去了。我靠，它是蓝色的哎，它是天空啊，它是海耶。它有一点点像那个寻味棒或是蟹肉棒，它会用的那种调味的感觉。它其实没有什么海鲜的味道，我觉得它比较像是 Seven 不是有卖那个绿色苏打冰吗？你吃完绿色苏打冰的时候，你不是满嘴都会有一股甜腻感吧？的那种甜味，就是那种感觉。你入口像薄酒乳，在嘴巴留下来的感觉像吃完苏打冰的感觉，完美。就是这一杯，你要不要喝？
我来看一下，我室友喝下去有感觉。我室友讲的比较精准，你为什么要用这种？然后里面是奇怪的蓝色液体。好，下一个，我们刚刚这边的嘛，我们就要换回来这边，这边就是我们的咖喱。其实我个人最害怕是咖喱口味，因为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对，它就感觉咖喱口味的这个应该就是汤咖喱的感觉吧，而且它颜色看起来就有点不妙，你知道吗？哇，这个气感觉比较小，就是咖喱呀、啊，它就是咖喱。对了，它是咖喱，但它就是咖喱呀、啊。咖喱，然后它这个上面是在假装它自己是油脂吗？它上面浮起来的那个感觉很像那种酱油拉面浮着一层油脂的那种感觉，但它明明是泡泡，但它的侧面看起来很像可乐。好，我们喝咯。它喝起来真的就是咖喱，但它是液态的。然后其实它喝起来，你会觉得好像丢一坨白饭进去好像蛮合理的。可是它尾巴又有那个气泡感，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喝起来相对合理，它没有任何的变化，它不会像可能海鲜的这个，你会觉得奶奶又有苏打感，又有汽水感，又有奶油感，就是很复杂。我们下一个，这不奇怪就不害我室友了。你知道，通常我想要寻求我室友一起喝的时候，就是被吸走一吸。接下来这个是辣番茄的口味，老实说，因为我不太喜欢喝番茄汁，这四款里面其实我最害怕这一款。哦，出来了，出来，出来了！大家敢喝番茄汁吗？番茄汁其实在台湾有一阵子非常的红，这我小时候吧，大概国中的时期。这看起来气泡，侧面看气泡比较明显一点点。好，我们来喝喝看。它的番茄感没有到很重哎、欸，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哎、欸，它有点像番茄汁加水的感觉，它是清爽的番茄汁哎、欸，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哎、欸，你要喝喝看吗？然后我觉得它没有很辣。你好适合开箱奇怪的东西哦，因为老实说奇怪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很精准去描绘它的味道，但我室友说它舔干净然后再把汽水倒进去，想必它一定就是平常小时候可能有做过这种事情，所以它才能形容的这么的精准。但我觉得这个算还可以接受，可是你问我会不会买它，我是不会。官方好像出了新闻稿，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味道有点可怕。好，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这几款，这四款真的是蛮特别。这四款真的蛮特别的。